从小我接触香港文化还蛮多的，因为爸爸妈妈工作的原因，我初一就到了深圳，在那儿我接触到了比如说香港的电视啦，还有广播啦，满大街的香港的歌。2009年，那是我第一次有幸参与一部纯纯粹粹的香港班底的制作的电影，叫《月满轩尼诗》。这个真的是对我来说是很惊讶的，因为一共25天的拍摄这部电影，但我只拍了14天吧。这么短的时间能够拍出这样一部作品，我真的是见证到了香港电影制作的速度。我很幸运和很多优秀的香港导演、香港电影人合作。许鞍华导演，他应该是从香港来内地，拍摄电影最早一波里面的那个其中之一。那后来在2012年，我很荣幸的能够参与，许鞍华导演《黄金时代》的拍摄。真的是在这些年感觉越来越多的香港电影人来到内地，然后我们大家的合作也是越来越频繁。25年过去了，我们大家已经早就不分彼此，是一家人，我们都是中国人。这个梦梦水独家配方起入入睡关键，舒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，让你身心达到放松。当中有茶氨酸调节情绪，增强抗压能力，还有德国洋甘菊萃取物可以疏解焦虑，帮助睡眠。睡前的30分钟来一包梦梦水，白桃风味，酸甜好喝。